大众演出舞台，上用强声，风帆亭上云，悠闲世自随，风铃音乐和鸣，惊天空乐，杜波塔出妙音，证明完教。会记得昨咱所讲过啊，波塔涌现了后，将波塔中啊，也出大音声哦。这波塔来证明释迦牟尼佛在人间说《法华经》，讲《法华经》的道场，过去大部分法官只爱任何一个世界有佛出世，讲说《法华经》，波塔就被现在迄个地方来证明啊，证明诸佛都懂，妙法是诸佛心所护持，《法华经》就是诸佛共同护持的妙法啦。这就是佛，佛道同，每一尊佛啊，同款的心怀，拥护妙法。每一尊佛发愿啊，把这个妙法呢，呈现在人间，护法的心各有所愿。大部分啊，以所发的愿，那就是在无量劫前成佛了后，将入灭的时，他向所谓弟子所交代，伊那是灭度好啦，爱皈依，起一个大塔庄严啊，将来在任何一个世界。有佛讲《法华经》，伊的宝塔必定呢，爱现在迄个道场前来证明佛佛道同所拥护称赞的妙法，大部分啊，就是阿弥陀佛啦。这虽然诸佛都有同愿，同愿就是共同的一个愿，也要别愿。啊，释迦牟尼佛的别愿呐，是生生世世别在这个娑婆世界生活，生生世世。就是在这个娑婆世界呢，得度众生，这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悲观。波塔涌现在佛法道场，那就是大部分的悲观。啊，因
诸佛都有一个这个共同的愿，共同护持《妙法华经》，这就是啦。诸佛有同愿，也有别愿呐。现在已经看到两尊佛，因的同愿甲别愿呢，共同啊，在这个道场显现呐。释迦佛在娑婆世界成佛度众生，也已经呢，这世寿降临，已经讲《法华经》，这是佛的心愿。那多波佛也在这个时阵，《法华经》道场前，安尼涌现呐，这些多尼迦随想啊，所以弘欢听想。魂有显世之水啊，波塔涌现，相用共消，就是将地涌出啊，波塔真大啊，安尼好像已经呢到天空去啦，甚至各有风铃啊，各有幻界啊，种种的在这个塔的周围庄严啊，在周围啦，塔真高，五百幽顺啊，上达强嚣，就是真高啊。所以呢，周围的魂香魂呐，都安现绕在这个塔的周围，因为已经悬呐，所以显世之水，有这个世间呐的水相，两尊佛同时在这个世间里。一位是伫咧显妙法，一位呢是显水上宝塔，将地涌出的水上，可见这个时阵呐、啊，是罗尼迦相合呢，一种宏观天祥分，又显示。几岁上啊？庄严道场啦，搁在风铃音乐和鸣，这个风铃啊，塔真高，啊，这个铃挂伫迄个塔的周围。啊，风一吹啊，那铃声呢，叮叮咚咚啊，这合音起来呢，好亲像微妙的音乐的声音啊，惊天空乐，哇，贵个虚空中啊！拢总现出了呢，迄、那个微妙音乐的声音，啊，这种的声音无法度形容啊，这微妙啊的水声，那就看到的是这呢只祥和的水声。耳所听到的呢，是这么一种美妙的乐音，这是罗尼迦美妙的一个
境界呢，所以多波塔出妙音证明原教。多波佛啊，在波塔中呢，他也出大音声啊，外面的风铃风吹，波塔内底呢，多波佛呀，出声音出来啦，这是何等奇妙啊！的随想呢，我们会当从内心去体会，体会圆教妙法啊，将佛道叫出。大众听法啊，会欢喜，加上了他方高佛啊，将地涌出呀，从空、观、搁宽，这呢正大一塔，将地一点。呈现到空中啊，声音外的风声、铃声，大自然与物质的声，再搁再从内塔内发出一个佛的音声，真正是微妙，无法度呢。去解释人的这个心，从这个声音呐，这些化为法，啊，对这法啊，佛陀所说法啊，完全透彻啊，我必有损，应该要记着表达。二万里真高，这是表示呢，福甲慧呀，几工钱讲出来啦，六道万行啊，修福修慧，这个万行具足，六道万行。这就是显德，他观是显德啊，宽呢是所有诸佛啊来人间呢，空宽来分析世间众生啊，诸种的烦恼，真多呢，业为基础，所以这个业基啦，在这个人间呐，所以佛不忍世间众生，安尼，这么这深入看，不断不断复制烦恼的根基。所以佛陀无忍心啊，现在人间要度众生是一大事啦。众生若无作业，就唔免佛来人间啦。啊，众生呢，就是业力啦，甚至呢。烦恼无明习啊，真重。所以佛、诸佛菩萨不得不显示来到人间，就像诸多多人现这个形象啊，来度众生。佛陀应众生所需。
八万烦恼都有八万菩提去对治伊，这未要用角来对治啦。所以波塔现前呢，这是要表示啦，众生啊，这个累累的烦恼业力，那菩萨诸佛就用烦恼呢，的万行来对治，这用种种方法显出了呢，这个法至高无上。这就是啊，平时咱爱修行六道万行啊，这就是它出现这个六道万行啊，得涵盖的这个缘教内底的，所以这音声一出，就予大家人眼见他的形象，那逆闻他周围的声音，人的心啊，就伫安尼欢喜呀，这种显现出来呢，无不都是法，其实他也是一种的譬如，那就是为何众生心，众生的心会当解惑的法，这是一种的譬如，真深法深呐，都是爱咱的心呢，欢喜心啊。去接受呢，来了解，那他出现呐，和人人欢喜啊，得法成为法喜。所以闻风铃音声，轻叹风铃的声一响呐，这亲像佛的声音同款呐，音迄个声和鸣起来，都亲像万法和合起来同款。予人听起来呢，无不都是呢，心与法会，心甲法啊，安尼会合起来啦，欢喜清淡吼，所以呢，皆得法喜，但怪怪味情有第一。他将地涌出，过去唔捌看到波塔将地涌出，这是过去未曾有，所以感觉真奇怪。那第二呢？这个波塔呢，是这么这悬啊，从一直呢，滴的啊，一直摸到迄个凌霄去哩，等于呢是在半空中啊，住在虚空中，这是真高，
宣告焚烧啦，啊，真侪香焚啦，围绕在他的周围。这是第二怪味精油，真奇怪，过去唔捌有诶啊。第三，塔中呢，竟然出音声，大部分啊，从塔中出现音声来啦。这呢，这是第三的怪味精油。这三项代志啦，都是真稀奇。真稀有啦，世间味精油哦，所以人会起着怀疑啦，所以叫做怪怪味精油。世间从来唔捌有安尼，所以曲注一遍后边经文吼，那。曲注一面呐，啊，人人呢，好亲像呢，安尼伫一个所在啦，完全用着正虔诚的心，面面呐，每一个人呢，围绕伫迄个所在看过去，用至虔敬的心呐，要来等待。等待有所闻，到底多宝佛塔内底呢？多宝佛已经出声音咯。那释迦佛啊，应该也开始呢，特别开始咯。这呢是人的心态，人人啊。都有阿弥，从佛讲说发殊品了后啦，接落来呢，开始就波塔现前啦，这个经藏呢，一一啦，在人人的心地上涌现出来啦，这是人人的心境啦。好亲像人人的心地都涌出了宝塔，因为咱正面啊讲过了《法华经》的所在，都已经有佛的全身在。一段文甲这段呢，是应该爱连贯起来，这是描述咱的心地，咱。法已经接受了，听入咱的内心了啦。咱应该也爱有愿心，要受持啦。所以咱的心地呢，应该爱涌出了阿弥的宝塔，心应该真踊跃，真欢喜呀。咱发大心嘛。行六道行，六道万行啊，修福修慧。那么，就是因为人间呐，真多呢，一杂念呐，真开阔，一杂念，那爱有法阿弥的心。化开了一切烦恼无明，定沙呢？所有的法应该扫除了咱一切的定沙业，化为了片片祥云。但甲着佛塔呢，围绕在一起，应该呢，咱的心啊。心地爱真踊跃欢喜，风铃亲像佛陀所说的声音嘛，
法将佛叫出，佛所说的法，那个声音呢，还是呢，啊，绕在咱的耳边，绕在咱的心底周围的所有的法，无不涌现呐，啊，亲像那个风铃啊，和合的音乐同款，佛有八音嘛，所以佛陀的声音啊，亲像永远伫咱的心内底的，这呢，咱应该爱有，咱的内心也是爱用最虔诚的期待，期待佛陀呢。发书品了后啦，这应该要再为咱宣说的是最美妙的法，真的是上，是不是真正的灵山会有浮现出了安尼会踏出来无？咱若将法来解。解啦，应该呢，就是咱的心地的法啦，已经呢涌现出来啊，所以爱用真虔诚的心来等待，等待佛陀啊，在下面要讲说描述了这个妙法啦，将来。应世的妙法到底是什么法？这是人人所虔诚心的期待啦。所以经文讲，佛所护念，这妙法是诸佛所护念，这就是通法，佛佛都懂啦。也同款的这个道同的法，就是妙法华经。妙法莲花经啦，就是佛所护念，这是诸佛共一条的道路，共一个心所拥护的，那就是妙法华经，这要来为大众说，每一尊佛将入灭的以前啦。必定爱讲说《法华经》，所以这个时阵正是佛陀啊，要来宣说应世所思的灵风地势的妙药啦。所以如是如是，因为地宝塔中啊。就是出阿弥的声音，讲是佛所护念的妙法华经，现在为大众说，是伫宝塔中啊，诶，多宝佛所出的音声，如是如是啦。释迦牟尼世尊如所说者，皆是真实。这就是宝塔现在人间最大的目的，来证明世间的佛，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法呢，拢是真实妙法。不只是现在，
就是过去呢，拢共款是真实妙法。虽然呐、啊，是方便法，方便法中呢，蕴藏真实法啦、啊。现在就是开启了方便门，那现出了真实法来，这些佛塔出现的证明嘛，下面接下来再讲吼经文里，你是呀，数种见大佛塔住在空中，又闻塔中所出音声，皆得法喜，怪味正有啊！从坐而起，恭敬合掌，鞠足一面。这个时阵，菩萨现前呐、啊，他来也出声音呐、啊。这个时阵呐、啊，在灵山会上。一数众啊，看到大宝塔，安尼呢，将地涌出一直到直冲凌霄，就是空中啦，分段离去，那这大家人拢看到啦。解释啦，释迦佛呢，讲这个经，这个时阵，一波塔涌现，从地上安尼呢涌现出来，众人心嘛存心敬，人人的心嘛，都、就是从内心呢。迄、那个虔诚，阁是敬仰佛的德啊，都亲像塔安尼显德出来啦。就亲像宝塔呢，高墙啊，到分段上用强消，就是到分段去了啦。所以洪欢平常啊，这风吹铃声，动欢的飘动啊。真多的这个上魂微妙，这显出了呢世间的水相。第二呢，一境界里呐，所以灵觉何明啊，造出了呢这种普天之美音吼，普天呐、啊。天下最美妙的声音，在这个时阵走出来了，又搁再听到，又闻呐，塔中所出音声，皆得法喜啦。外上的声音是风甲
宽甲灵，人看会到的相，听会到的声。现在呢，连塔中的佛声，大波佛的声音也已经出来了，这发喜，大家人真欢喜呀、啊！所以如是如是的塔中呢的声音嘛，就是如是如是啦。真的，现在真好，真好啊！世间最美妙的法，释迦牟尼佛已经为世间人说了。如来呢，就是释迦牟尼佛。如来妙法之中呢，得大法喜，释迦牟尼佛。讲真多的话啦，四十多年间所累积的烦呢，无不都是如来的妙法。这妙法中啦，的菩萨现前呢，大家人的内心嘛，啊，完全浮现出来，所以大家人总是呢。迄、那个心啊，得大法喜啦！因为佛塔现前呐、啊，那就是人人的心呢，涌现出了这么真欢喜的形态啊！这个法喜呀、啊，无法度头去形容。世人饮水冷暖自知啦，是相，是声音，是从外面浮现，或者是从内心地浮现出来呢？无不都是随相，无不都是妙音啊，让人内心呢起着欢喜。所以讲，即见佛之不思议法。这已经呢，是见到佛之不思议法啦！啊，这四十多年啦，咱你所听的法啦，本来是无形无体相，但是这当中，大家人发喜啦，将内心呢也见出了这个法。的形象来，所以叫做见佛之不思议法，这已经看到了，法就是遐尼微妙。要看到法，当然啦，不是用肉眼看，是要用心眼呢，才真正会当见到。所以人人的心眼呐，来见佛的真体力，所以不可思议啦。所以见佛之不思议法啦，见佛就是觉，觉就是真体道理，咱要用心眼。真正透彻了解迄、那个觉悟，体会了这个法，这呢心生喜悦，这叫做法喜，从内心的欢喜呀、啊，这非口能说啦，那也非一般的欢呼呢，可以属于吼、哦，
这些真难得形容的喜悦啊，所以心生喜悦，也就是发喜啊。又闻音声清淡，我再听到，听到塔来的音声，这种在清淡、清扬、赞叹，这该得发喜吼、哦、啊！这个塔来，那人人有个灵山塔啦，咱的内心呢，而且塔中也已经发出声音了，这就是咱的真如。显定啦，已经呢，安尼在咱的心内也已经有立刻依佛感立刻起来，所以过去一直甲大家人讲，起佛心，是咱的心甲佛的心互相契合起来，所以咱的心地啦。人人有个灵山塔，是咱的真如啊！从法师品以来，那应该发这个七法入心呐、啊，应该是以佛心契合的时咯。所以怪迷情意哇！将作自弃。这是佛塔现前呐、啊。声音也出来，所看的形象吼，啊，隆重呢，真正是过去唔捌有诶，现在有啦。现在咱的心上啊，已经体会到啦，体会到法的这个相，法的真实相，所以呢。过去也唔捌有诶，现在呢有安尼诶感觉，有安尼诶契合起来，所以怪力占有，那大家人真恭敬诶心呐，将作义气吼，这就是大家人诶敬意吼。过去都也唔捌安尼，现在呢有。安尼的感觉啦，这种的心法相呢，已经契合起来了。所以过去无啦，将欲清闻吼，是他因缘故将作起，这种的这个大家人。这心塔现前呐、啊，从内心的恭敬，安尼呢，所以不欲自动啊，安尼将座都爬起来吼、哦，准备啦，要问这个塔的因缘，人人心中这个塔的因缘。在地上塔的因缘，这呢，所以大家人表达恭敬啊，啊，爬起来，将座起吼、哦、起来啦。所以这种怪味情友，大家人爱用心多加听，现在呢，爱搁在用心体会。
怪，内底含有三项的意义。它从地涌出是其中之一，它住在空中是其中之二，它中有声音，这是其中之三。这就是怪心内有安尼的疑问啊，这过去唔捌有诶，现在哪会有安尼的形象？所以这三事呢，真正是真稀奇哦。咱原来爱点会记哩，这是要法，重要的法啦，所以必定爱甲大家人重复呢，互大家人爱重点了解啦，这是真稀奇吼，言之不疑呢。咱哪会当无定定来问这个法是安怎？在从地涌出是安怎会当冲达凌霄二万里呢？当然是在空中啊！啊，这个随魂相魂所围绕着，这些是安怎？哦，那尤其是塔中会出声音，到底呢？是什么因缘呐？这在咱伫咧听法的现在啦，咱嘛爱注意吼，这三项呢，稀有到底这个法是安怎？咱家己嘛爱有这份的疑，这个法应该是会当分析出来，爱尊心，咱的心嘛。爱注意，注意这三环呢，那大家人真恭敬，要提出来问这个因缘呐，所以咱爱注意体会，所以果因呐，理情有吼，咱的心爱真挂念着这三项吼。爱真用心，啊，谦恭合掌吼，恭敬合掌啦，真虔诚，真恭敬，啊来合掌。只是将做起，也可是表达恭敬合掌啊！安尼，大家人屈足一面，这就是站起来集合在一个所在吼，就是先加恭敬，正面先来恭敬合掌问讯吼，安尼呢？表示真恭敬，本来坐就是大家人散散坐，现在呢，大家人呢就是安尼站起来，规个合哇来呢，要来请示佛啦，所以一定要真恭敬啦，合掌再问讯吼，然后呢退心入在一面。大家人接话来，表达一个真恭敬，然后呢，大家人退心啦，等待有所闻吼，那等待着佛陀会开始会甲大家人解说佛塔是安怎现前，佛塔的含义是啥物，就是大家人都有。阿弥的用心，其实菩萨只是在一念心之意啦，就亲像
几工钟啊？那有十几个国家从无同的地方集会呢，来到华莲，这些都是企业家，在事业真有成就。咱每年啦，一次至两次啦，都有安尼接受在全球的企业家呢，来华莲静思生活营，因要来了解呀，主席用什么精神来经营呢？这个菩萨的团体，菩萨的精神理念是安怎发扬出去？因在无同的国家里接受到主祭人那份的爱，普遍在因的国家为贫穷苦难人付出，为有烦恼无明的人甲因开导，甲因做朋友，甲因呢爱意互动，因会受因感化，这种布施、利益、爱意，同时多，这种呢，到底这的人间菩萨这个团体是安怎样来？伊的根源伫倒位？是什么方法使因改变人生？因好奇，因要来了解啦，所以因来了解呢，这个、中间呐、啊，听因互相分享。互相呢，都真感动啊！啊，过去这个人的人生是这么真多的无明烦恼啊，人间的俗气啦，啊，迄个基础真深，习气真重啊，是啥物法？让他呢改变了他过去的习气，启迪了他真高真重的无明，这样启迪转变他的人生呢，对自己无私，那对天下有爱付出，看到他人人啊可以现身说法、啊、朋友的证明啊，确实他过去是这样，人如果看到呢就要先避他，那现在呢人如果看到他会起欢喜心啊，这呢就是刚才所说的他以众生的无明习气为基准，因为呢，就是众生，就是有这么多的无明烦恼习气啦，所以做种种业啊，佛就是为人间来救度，所以要来人间呢修六道万行。那完成啦，所以五百有损的波塔穷达分销二百五十有损啊，这基础那就是因为众生种种诶无明为基础啦，所以呢。诸佛菩萨在人间度众生，人间修法而修行，
修行而成佛，这就是安尼完成。那简单来讲，就是安尼。但是呢，这个250由顺，这内底又是含藏了偌济的法的呢？所以烦恼即菩提哦，无不都是法。所以咱爱时时呀，爱用心体会，用心体会法的美妙。当然，还是爱时时多用心。